暗酸大 S， 张兰及护家人一露脸就麻烦了，下秒狂晒合照自打脸。中国富商汪小菲在2021年和大 S 离婚，两人先前还曾因为生活费问题互相杠上，一举一动都引发外界的关注。而汪小菲曾在社群网站上曝光家人的照片，引来大 S 的怒火，表示已交由律师处理。对此，23日张兰在直播中暗酸大 S， 先是故作神秘地问观众要不要看家人，后来便挡住镜头，吓得直呼你一露脸我和你爸就有麻烦了，又单引号。23日张兰的直播因为违规遭到系统扣分，因此不能贩卖酸辣粉。对此，张兰干脆把家人搬出来当作卖点，先是让家人背对着镜头，后来便大声喊要家人向观众打招呼，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宝宝。而听话的家人随即转头，让张兰吓到，直接把镜头移到另外一边，宝宝你可不能出镜，你一露脸我和你爸就有麻烦了，你说你长这么帅却不能见人，奶奶急死了。借此暗酸大 S。 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，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